妈妈再买萝卜，再买豆腐好不好？嗯。今晚上吃螺丝包。是的，等下要吃螺丝。上次呢吃的不够好吃，现在肯定足够。嗯。好了。哎，来，老头过来。你到这里干嘛？去超市买个调料。这个苹果，嗯，来点这个苹果来吃。把这个苹果给你吃，啊，给你吃。啊。好，黑了它就会自然闪光。嗯，它为什么要钳它？不钳过来的，我把它屁股钳的。哦。螺丝鸭脚包准备出炉。水煮要个小嘛，那就给个小碟子给你好不好？今天晚上我们吃，你们说是什么？螺丝包。螺丝包，是的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吃螺丝包。鸭脚螺丝包。鸭脚螺丝包，爽死了。你老大。辣不辣？人家先辣不辣？都没吃，你就问我辣不辣？嗯。啊，还有这里面有好，这里。嗯，我吃肉啊，辣辣。今天晚上我们吃的是螺丝包。冷啊，冷啊。芝麻椒都没冷。啊，吃的辣椒不冷。还有肥牛，筷子嘞。有。嗯。好了，这一期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。今天晚上正宗的螺丝包出来了啊！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给我们点点关注。拜拜。